你是不是从小就很懂事儿？可能因为我弟弟，你知道吧？就习惯了。哦，其实我有弟弟。没有，他真的，我这里把你当姐了。来，姐，木姐，别，哥来了，来，姐，身体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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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我可以。哎，你有姐妹吗？没有。你们都是单一个啊？我有亲妹妹，比我小14岁。是真的妹妹，嗯，亲的。那你爸爸妈妈好棒啊！我妈36岁生的我妹，哇，真厉害了。我其实现在想起来，你那会儿他们叫高龄，其实现在也不叫高龄了，36岁不高龄啊。哦，那你妈好早生你哦。对，20嘛。那她现在跟你就根本就是朋友呀，姐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妈跟俊姐姐一样大。因为我以为你妈年龄会比我小。不会，不能再小了。我妈20岁结婚，21生我，对，20差不多。20，我儿子跟我女儿也相差了17岁。这个才叫厉害。